我就转发出去了。那么之后就在那个我的电脑存在这个信息里边翻出了昨天这些照片。昨天这里边传达的意思是2003年那个非典那个时刻，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理想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把盘古大门盖起来。不但不相信，不是说怀疑，是态度，是北京市市委市政府王岐山先生啊，在那一刻做出决定，收回盘古，没收和刘志华。那个时候呢，就那个照片之后，大概不到半年，啊，正式就是报纸上申出这个要收回盘古了。收回盘古以后，我开始了告状维权之路啊，然后这个专案组调查刘志华副市长和王岐山先生及北京多个要员，把我给牵进去。结果王岐山市长就开始恨我，就在我辛辛苦苦啊，不惧生死啊，不惧非典，没有逃离北京，没有离开我员工，我们戴着口罩24小时生活工作的时候，救灾救难，一心爱国，为中国的2008年争取荣耀建奥运会的时候，那边手下的楼给拿走了，不但拿走了，还要我全家啊，就刘志华副市长说的啊，哪凉快哪玩去，这不是你玩的地方，这九个大脑袋也就是三人能玩，你配在这玩吗？然后又给我几千亩地啊，你也不行，给你几千亩地啊，贺部长让你来找我的，别人开发的就给你钱，别在这嘚瑟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我那个时候，刘志华给我几千亩地，那几千亩地怎么能卖个几千亿啊，对不对啊？没妥协。然后当时把华汇旁边有一大块地，一圈的地要给我，没妥协。那时候就是钱嘛啊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对建筑艺术和对国家和对奥运会这个重视，文贵拿钱走人了，哪有现在呀？非典最严重的时候，没有停止对国家承担责任和对民族奥运的奉献，也没有停止对建筑的追求。你看我们当时的建筑愚蠢的那个样子，后来是李祖原大师啊，龙头第一个 A 座龙是李祖原大师和他的合伙人黄文旭先生，哗，龙头，因为老说龙，我说那个龙不太具象，啪，在停工期间弄出龙头啊，就那出来的，哗，非常漂亮。但是那个柱子啊，那柱子我们就研究一年多研究不了，直到2005年，那都停工了嘛，啊，那这楼都给收走了，就很多人认为这楼就不是你的了，人家已经是什么 SOHO 要买走了，什么什么这个首创买走了，到处都要买走的，都是常委什么亲戚啥的，我压根儿没想过，我说这楼一定是我的啊，我在这搞设计还开玩笑，这楼都不是你的了，得搞什么设计啊？从来我没想过，啊，从来我没有放弃过，还在搞设计，就是到了2005年啊，我们熬了一整夜，凌晨5点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一直跨不过坎儿，中国的柱子和梁不能突破梁啊，但是悖逆反抗。那老百姓怎么能突破粮？粮食政府皇上啊不能突破，那里柱子不出头啊，这是中国的规矩，柱子怎么能出头呢？就老百姓不能冲过皇帝的头，出了头一个盖在那块拧子，就这么也不好看啊，那是不行的，那就是一个都是一般都是叫过去的明建筑，也就是死亡建筑才那么用，各种这个压着怎么弄也不好看。最后突然我醒来了，我说咱就来个龙出头吧，66根柱子吗？龙出头，出了头是龙，66根。我说咱这西边保护着这个奥林匹克公园，天圆地方乾坤，让乾坤平稳吗？啊，天圆地方吗？中间有天辰路，就是天这个北就是天龙路吗？我的办公室在东边叫北辰东路，盘古在西边叫北辰西路。我说咱就叫66根龙吗？咱在龙路上信中龙门县吗？因为当时奥运村就叫新北京。啊，叫副都心，叫副都心，副北京的都心。当时啊，这个跟德国那个小斯贝尔，这个做这个中轴规划的时候，曾经有一版直冲北京昌平山下整个中轴线，然后就把我们那个中轴线也作为一个叫新中轴线给过去。因此，哎呀，我俩兴奋，大家说啊，我们李大家笑啊，好好好，我说每个龙头柱子整块了，大家说你太疯狂了，那不可能，最后还是做到整块的白色花岗啊，这都是时间精力造就的。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放弃过对建筑的追求，对龙的追求，以及我们相信新中国会诞生，叫新北京。我第一个做的 presentation 盘古啊，就是当时叫摩根啊，给中央领导汇报，我第一句话，新中国，新北京，新未来。哇塞，当时的中央警卫局的某个领导说，你这个家伙太胆子大了，赶快把它拿了，什么叫新中国，新北京，新未来，现在是老的吗？我对啊，现在就老的，通过奥运会都是新的了，不行不行，你得赶快改了，我说改不了了，我说现在我在经济宾馆，我回去改去。我那时候哪像今年那么快啊？我说这 presentation 没那么简单做 ，PPT 没那么简单做，啊，那算了吧，那你就这一页就翻过去吧。我说不行不行不行，就在叭一下给我撕下来了，啊，撕下来了。但他没想到，我说后面还有，所以领导翻的时候，哎呦，新北京这肯定好啊，啊，副都心，哎，这好啊，啊，要新，哎呦，这是吗？
这新中国这啊，这我也挺有意思啊。我当时想，好，这个好啊，而且这个太大了吧，太长了吧啊。这个人家规委，人家这个黄燕这个副主任写了个报告，说你这个影响西侧天际线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东南北五座楼啊，然后大家会误认为你是中心啊，影响了奥运村的天际线，影响了重点啊。这是我说不是这首长啊，这个五个楼恰恰这是个龙，我这个龙是不能断的，我一断就把龙断了，五段也好，接着好就把龙给断了。我说你那个你没有看明白，我说如果要真看到从天上直升机拍的，人家外国人直播拍啥呀？拍你平面的时候，你那个是龙跨过了四环，那龙尾巴咔嚓断了。我说有人说你是像什么水母啊，还有说像什么什么，我忘了，就很多的我都断了。那是七路分尸啊龙。哎，说你这个说的好啊，哎这个好，你得写个报告啊啊。我说我给江总书记也写了报告，给您也寄了报告啊，给其他常委也寄了报告，没人理我呀。哎，你这个写的好，这个说的好啊，然后他说赶快记一下啊，记一下。